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现在时间早晨的7:24，我是夏志平。大家早安，我是张婉如。事实上呢，从昨天下午的4:40的时候呢，志平在当时正在看这个电视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啊，那么我们看到了有某些新闻台立刻呢就有记者跟这个新闻台连线，那么提到的就是这个事件，就是今天占据平面媒体头版头条的这个消息，在昨天呢，在台北捷运发生了营运将近20年以来的第一宗最让人觉得痛心的这样一个随机砍人事件。整个晚上几乎真的是，我认为整个台北市或整个我们所看到的媒体上面的所渲染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恐怖的氛围。除了觉得难过，当然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啊，在这场这个事件当中不幸被杀害的死者，我们要致上最大的哀悼的意思。当然在受伤的民众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平复一下心中的恐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呢，在这个捷运车厢里面面对这样一个凶手的时候，应该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不知道有用任何的哪一种方法可以遏制这样的事件继续发生下去。是，这个事件总共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哦，所以昨天可以说是台湾捷运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也有乘客就说，没有想到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疯狂杀人魔的行为，竟然在台北捷运站这个人来人往这么热闹的地方发生。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位杀人犯就是东海大学环工系2年级的学生郑杰，很年轻，才大学21岁的年纪，为什么会做下这一起案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访问到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医师，同时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家明张医师。医师您早。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好，医师，我们在今天陆续看了很多的警方讯问郑杰的过程，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说了很多，他说有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讶异，他说他从小就活得很累，1年前开始不想活了，所以才会做这种事情，目的就是希望被判死刑。医师，听到他这样子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陈述，你怎么看这个人呢？这个人他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从医学、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看到媒体这样的报道，好像似乎他有这样的一个陈述，活得很累，觉得活得没什么意义。是。事实上，有一些其实我们看到周遭，包括过去在处理一些有一些情绪有一些特别状况的一些个案啊，朋友啊，其实常常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确实，事实上，像现代人其实普遍而言，其实压力会比较大。那情绪有时候累积，当然想法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这样负面，有些可能是消极的，比如说自我否定。可是当然有时候其实当情绪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有时候发泄起来常常可能也有不顾后果。是，所以医师就您而言，当然有些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用自我伤害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对内的某种程度的攻击，好像就是伤害自己；但对外的另外一种程度的攻击，可能就伤害周遭的人。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医学上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或怎么样的名称来定义这样的患者？这是什么样的疾病？是不是疾病？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毕竟还没有实际真正的去评估跟诊断，其实讲得太早。是。不过，确实就我刚所说的，其实有些，还是会看到一些可能，我想是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会有这么大的冲动，跟这种漫无目的的，随机杀人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就我所说的，他对自己的否定，对一些东西的不在乎。事实上有时候真的会，当你在跟他会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一些东西的那种那种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很消极的这种绝望，充满了敌意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算是祭俗的感觉啊。嗯哼，所以我们在这个报纸上也看到，郑杰他在宿舍门口就贴了一个对联，他就是这个横联上就写打死不治疗，右联写鼻孔张开戳电脑，左边是写说人被合一舔手机。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对联了，我们其实有点摸不着头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所接触到的病人，其实在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就身周围的人就开始特别的注意说，哎，这个人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帮助了呢？以这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似乎这个嫌犯他本身在之前已经做了预谋，嗯，那他事先就做了准备，选择一个时间地点，甚至这样的一个方式，刀子都买了，准备好了，在这样一个路线，嗯，那当然事前似乎在脸书上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言语字眼在上面，是在脸书上写了20多个砍这个字啊，没有错，要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好像他好像过去的同学，甚至说他过去曾经写过类似的小说或者这样的情节的描述。对对，那他算起来是一个宅男，然后他平常会玩一些可能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杀人格斗游戏。是的，嗯，所以我想这样的东西可能。这样的一个情节画面准备，我想在他脑筋里面已经模拟过很多次了。所以张医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特别是当然对于他的行为有偏差，可能是他的心里面这个情况已经有一点问题了啊。那么他又喜欢玩杀人格斗游戏，那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会不会对他的的这个状况又是更恶化了，以至于导致于这样的这个行为的产生？电玩游戏是不是会增加一个人，比如说暴力攻击性，嗯，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国外已经有不少的一些研究，嗯，确实事实上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有时候在某些人身上真的会越来越混在一起，在虚拟世界里面可能你有些东西可以重新再来过，是在虚拟世界里面你可以因为这样东西甚至搞不好对，是被英雄的看待，嗯，或者得到更多的分数，是。可是毕竟现实世界有些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嗯哼。那但有些人可能越来越沉迷于这样的一个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其实他事实上他的一个冲动跟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种某种程度的实现跟满足，其实搞不好就这样执行了。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还是要分清楚啊。所以听到老师这样的听到医师这样的说法解说啊，嗯，我相信这个所有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或者电脑旁边的父母们，你应该赶快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啊，是不是你的孩子正在玩这样的游戏？不要说是什么这个杀人格斗游戏好了，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小学一二年级，他们就在玩着歼灭对方的这种游戏哦。哦，就是要杀到对方才能得分，是不是？对，就是，尽管这些被杀的对象或杀人的对象，他们都画得好可爱啊，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在砍杀。这样的行为就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一直不断地被灌输或一直被执行，一直被模拟。我坦白讲，我看的是心里面很难过哈、哦。嗯哼，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的医师，同时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啊，张嘉明张医师。张医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想要请教你，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么东海大学的这个主秘啊，吕炳宽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说，的确好，他们接到这个有人向校方去示警。然后呢，他们也找来了咨询中心的教师，也系上了老师，还有包括教官都一起跟郑杰开了咨商的会议。这个之前是因为郑杰在脸书上出现了说我会有一番大作为的文字啊，同时也写了20多个砍这个字，所以就有人去通知警方说，哎，这个学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后续的学校也做了一些心理咨商的协助工作。可是这个学校说好，这个当时那天咨商的就是说没什么啊，
郑杰只告诉他那是情绪的发泄，现在早就没事了。这样看来好像这个学校当然有没有失职，这我们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就是说从这样子的这个一些迹象啊，我们能不能看到，如果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听众了啊，就说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要特别要留意一下，你可以怎么去帮助他，我想就临床的经验上面应该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确实你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可能或许我们说算是一种高危险群吧，其实相对而言其实这样的一个个案它本身事实上是比较其实冲动的，比较低成就感的，比如说他在很多方面没有什么得到满足啦，然后甚至碰到很多的挫折跟郁闷啊，所以这些潜在累积下来的一些情绪，然后单言这个很多这种个案其实是比较孤僻的，比较疏离的，比较敏感的，比较自卑的，比较没有什么朋友的，那相对而言甚至可能支持系统也不好啦，甚至有少部分的甚至可能有一些不良习性，染上一些像毒品啊或什么其他这些东西，这些都代表其实这样的一个个案它本身有一定的冲动跟危险性，当然也可能当他的一些郁闷跟情绪发泄的时候可能会不考虑到后果。那有一些其实特别我们会看到一些青少年的个案，比如说在校园里面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孩童学童，他本身甚至可能因为各种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郁闷啊，没有得到成就感啊，这样一些满足啦，中辍啦，或一些甚至请假啦，成绩退步啦，自我伤害或伤害别人的言语啦，或你看到那个字里行间，就像这次可以看到的，只要写的什么砍啦，杀啦，他的画图里面甚至有一些比如说鲜血啦，一些破坏暴力攻击的那种言语啦，那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都不要忽略，那应该要积极的看待，然后注意辅导。但这次我想其实似乎学校有注意到这样的讯息，可是终究还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学校是有做，但是当时郑杰告诉学校说只是网络上的发泄嘛，我们也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在网络上写一些字，然后呢有些比较激情的话语啊，写完然后再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方法，不过身周围的人真的要特别注意是不是后续还会有一些行动。那医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的确是有这类似这样需要帮助的人。那郑杰这个杀人的凶嫌他其实没有任何精神科的就医记录，是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我想一些情绪的累积，冲动跟负面的想法是存在的，是。那当然你刚刚所说的比如说他会说他活得很累啦，他活得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啊，所以显见说他大概对自己是否定的，但对周遭其实是不在乎的，因为他可能他或许他也觉得说没有人在乎他，那所以想做一件大事，我不在乎别人的事情，然后他所以想做大事，对，这个是跟这一次实在是有点很让大家很诧异，对，这就是他所说的大事吗？大事，对啊，然后还说当然这是警方转述侦讯时候说，他说他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想借杀人来被判死刑，这也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是没有错。意思所以身周围的人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或者是说如果我自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如果我开始觉得我活得好累好辛苦的时候，您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想对自己有类似这样的想法的个人我想应该是受过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挫折啦郁闷感啦没有被肯定被重视而容易这种内设否定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样累积的负面的情绪包括对自己或对外面的否定，其实这种长时间累积确实会变成一种负面思考的习惯，当然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造成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发泄。那我会比较鼓励这样的一个周遭的群众民众能够
及早去做一些情绪上面的諮商或是甚至治疗。也就是说，其实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真的是你已经变成一种负面思考的习惯，几乎是跳不开来，没有办法立刻扭转过来，所以寻求外界的协助跟治疗可能是有其必要的。可是他也许他自己不自觉啊，或者说我怎么可能会有病，我不可能有病啊，我干嘛去看医生？是啊，很多人走到精神科会觉得很担心啊。当然，所以周遭可能亲友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需要帮助的亲友，或是说是很有具有危险攻击性的这种的存在。嗯，那这种个案其实真的会造成大家的一种担心，甚至会增加大家的不安。如果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危险疑虑，甚至是这样的记录的话。嗯，所以其实医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样子，就是像一般的医生啊，他在遇到这样的个案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一些询问病情的一些指标嘛，对不对？大概您都会问他哪些话？当然我们会关心他在乎的部分啦。然后当然他可能这种冲动危险的程度、郁闷的程度，然后执行的可能性。那有没有那个执行的计划？有一些个案，当他某种程度的信任，或是愿意把一些事情告诉你的时候，其实这方面他是愿意跟人家讨论的。那当然，重点是你要取得他的信任，然后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他知道你会帮忙他，他会把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自己的计划告诉你。那有些你听起来就知道，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高危险几率的，因为其实他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甚至他已经有计划跟打算了。那就要非常小心跟注意，甚至必要时候要跟他家属周遭的人提出警告跟说明，是请大家要一起来防范。像这样您会有没有会开药给他吃吗？还是说因为我实在不是这样的专业，所以我想请教您会有需要有用药物来治疗吗？有一些严重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比如说严重的忧郁患者，有时候事实上是药物常常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方法，比较能够快点把他的情绪先稳定住。可是当下在可能药物达到效果之前，或是其实他的冲动跟这种自杀的意念，甚至伤害别人的这种意念很强烈的时候，其实真的就要小心。其实必要的时候其实周遭密切的注意，小心避免过度的刺激，那当然甚至移除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工具，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是在积极上的作为，就是把他生活周围的这些危险的工具先移除。不过郑姐他是自己去买，这也很难预防啊。然后甚至说他跟学校的諮商对象老师就说他也没事啊。那其实对于有需要积极介入协助他的人也无从协助起啊。是，常常是如此，所以其实个案会否认，然后他会去拒绝治疗，单言周遭其实就很难去使上力。那单言很多他会掩饰，甚至相对而言，其实这样的个案常常对周遭本来就比较疏离，那相对周遭可能相对也会缺失直接帮助他的机会。是，医师，我们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再请教您，就是说我们后来也看到了很多的其实也是精神科医师或其他医师的相关的建议啊，像比如说今天的报纸上一定是很多的这个血腥的照片嘛啊，然后对孩子们其实有很大的不良的影响，当然我们不应该让这个孩子们看这些照片哦。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是不是也要在目前因为这个事件才刚发生，那么是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个行凶的动机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我们应该要不要就是尽量避免去污名化精神疾病的患者？我们的这个部分好像目前台湾也做得不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相对而言，其实过往其实类似被没有足够的证据而直接贴标签的，当然会把一些东西可能过度的负面跟扭曲的，那事实上可能离真正的现实都有很大的差距。那有一些原本就带着一些否定的态度，或是比较伤害的字眼，是其实确实对有时候这个
报道的个案，甚至他的家人，其实会造成一些伤害。对，那确实是，在媒体，比如说处理一些照片，跟一些其实这样的一个版面跟字眼上面，其实有时候要小心。嗯，那确实也因为现在目前台湾媒体的这种发达，几乎24小时所有的电台在重复播画面。嗯，那这些相对而言，其实对有一些比较容易受影响的民众是会受影响的，他的不安全感增加，他的那种这种画面挥之不去，那会做噩梦，会增加他本身对一些集体的不安全感。是，所以先跟大家预告，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今天早报头版的话呢，今天看之前你可以先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好多血腥的画面，不过都打上了马赛克了，但是真的你会心情不好的民众最好还是不要看今天的头版照片啊。嗯，其实这个话题真的还是有很多面向可以讨论，我们在明天礼拜五的节目开放 call in 的时候，我们会持续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医师，同时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张医师，谢谢您医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